烟雾里面开枪，那不是科技，那是他脑子不好用。明显那车已经做了很多很多那种泥土上来，他还要在泥土那里瞄。习惯了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看着看着你们就习惯了，就习惯了什么程度呢？菜了他还要给你来一句全都怪我，这种行为是什么呢？就自黑法嘲讽，然后再反嘲讽，这对于我来说是没有用的，因为我脸皮比较厚。全都怪我，企图唱这首歌。闭了。有人吗？没人吧？有、啊、会死的，加油。绝对没笑，绝对没笑，先弄了一个，绝对没有笑，我刚绝对不是我笑的，我们是好兄弟，你知道了，我不笑你的。在你说闭嘴之后，我也绝对没有说过话。你这锅该怎么甩呢？得想想了。甩个菠萝就是菜啊，甩什么？怎么甩啊？你这人已经自暴自弃了，不跟你聊天了。那这锅明显就是马海跳的，上把那么菜，导致我们心情不好，下地就没有打死人，心情好一点就可以打死人了。这个人不补我，我觉得我还有救。哎，算了，我没救了。看了一眼我的队友，根本没有来救我的意思。我告诉你们，上面围墙好像有个老阴逼，没枪。问你个问题，或许也救不了了。问你个问题，如果你是我，啊、你觉得能救吗？能救，快来救，能救，真能救，假能救，我都还没。现在还能救个屁啊！现在血都流干了，现在还能救啥？那就是你的问题了。你刚才没有大声的喊，我能救，那我们肯定是。你说马龙看不到，他妈怎么知道这个人不补我呀？他在我边上看半天。那我们队友都不知道啊，我队友也不知道。上面被收过，有车吗？有车，哎，走吧，不用头去了。谁家的喊到儿儿？令北在打多多。你二毛开个门啊！好了，兵长要来上班了。等会等会，我上去先。有人，我这里观战不到蓝战飞的。我看到那车了。妈，你没枪的？没枪，有枪。那你上我车干嘛？那你上我车干嘛？去拿空投，万一你扔下来一把枪。摸着法去收把枪。到哪儿了、啊？我没看到啊。这边，你去拿吧，我们去杀人去了。就在我隔壁房子，飞哥。有M4，就你今天这个。赶马追空投去啊！好的，但是我本来想过来支援的，空投怕是有人去捡了哟。啊，什么马哥抢空投没输过？他队友在对面。哎，要枪吗？赶紧过来拿！我就把 M4 人捡完，我再过来捡。这还要把 M4 呢？被捡了！来了。好，能救吗？这怎么把我打下来的？这是蒙的吧？
么意思啊？这送啊？先举报再说。有球了，走，帮小马报仇。长什么颜色？什么发型？黑色的。什么肤色？身高。开的什么车？鼻孔有没有鼻屎啊？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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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鼻毛都长得蹭出来了。开的什么车？开了吉普车，牧马人，牧马人。啊，我们现在去帮你，帮你看一眼，好吧？好的，可能是个挂，可能是个挂啊。犯我丈啊，不对，犯我战飞者，虽远必诛。内讧幺四啊，这打的有点小。打他哪砸的呀？没看到他吉普车，跑了跑了，应该是，可能是个挂片。右边右边，兄弟，他死了。弹琴呢？他对了。对，就是他，左边那个。他就在后面摩托车。先把他坐了。可以开枪了，腰子就腰子。他队友在上面等我吧，小心点，可能是科学家。你下车，你下车，我去做他队友。你看他队是怎么，吉普车停了，没空打了，没空打了。这也不像科学家，好牛逼啊，像个傻子。他们是三个人，这三个人，右边的车打了，打了的，打了的，吉普车死了，杀了，不是一队的，咋了？摩托车呢？摩托车还在吗？摩托车在顶上，那在我这儿，在我这儿，在我这儿，三枪，哇，这打到我头了，我去，倒了，倒了，倒了。没倒没倒，老虎倒了，还打绷带，死了死了，漂亮！莫非我是被傻子杀了？这小老虎一枪给他爆头了，不像话呀！为什么杀我的时候怎么就一枪给我蒙死了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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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空我不打喽。好，小老虎，你今天得到的一切都是我的这位仙人然后奉献了自己给你换回来的，一定要珍惜生活。大仙人，仙人榜板。哎，那个包呢？就在树旁边，还有一个。这人被杀也是一样的，有句话说的，哎，有枪屁股吗？强嘛，有，我来拿个枪屁股。他遇到我这种强人，他肯定会变强啊。五六多吗？我只三十四发。你想太多了。哎，哥，你不是少死一个吗？刚才还有一个包的吗？三个包。牛逼，牛逼，牛逼。我想我捏个雷石头，石头是树啊，在树。左边一点。哦，回头。两个，还有一个。两个。
他都有带石头是吧？石头树，右边树一个还有。右边树的我来搞定，你把石头搞定。树那个你可以打侧身了，我一箱98K了。树倒了，那石头在找他位置，在我头上，在你头上，在我前面的石头。那、啊、你这爆点我有点，我这个树现在我树前面的石头啊，不知所措啊，不在那了吧？在，但是他找不到我了，他不打我的。让我这样走的。队友来了。要不要八倍镜啊？我有。我的老家住在这个城。我是这个屯里头土生土长的人。屌哎，矮子，你那视角牛逼哎！你以为现在你开车你人在吗？你人还是不在？哼，都成灵车了吗？我再给你拍个视频看一眼啊，小老虎，看看侧面的镜头。他下车了，人还在吗？这一上车就没人。他人是隐身的，我看不到他。我就这里卡的没有蓝。你看脚底下的。今年这个很残，今年这个。我操！咋这么难瞄呢？今年有个，咱们今年有个。菜呢我，来了个经典，经典下面斜坡，因为就趴在下面了。为什么不好压？确定。啊、哦，西北车来了，开到。去搜个吧。都球啊，开车了。
还在冲。我是来辆蹦子飞过来的蹦子。我操！先开车走了，我不跟你墨迹了。这边三头有人，就是三头三二零。一下库，爱你老妈飞！没人。先把这碗汤粉吃完好吧，吃你奶奶两碗粉。你在前面的城啊，现在跳不过去了。你看前面的城，咱们就可以打到很多位置了。现在只能侧着跳，没办法，那个就是竖着跳。我这里没事，你放心，没问题了。
二房，但是二边。但是你在围墙吗？我这边底下有人，然后左侧边 N W 方向那里还有人，有把消音的 mini。对，我就在找他位置。你找他位置？我这边就在那围墙。我这边要盯的人太多了。Okay. 那边两个，声音 mini 那边。我认你哥，三人队，三人队。对，还有个背着 A W M 过来了。摸过来两个，啊，这枪没打着头，找一个，要不里面，四人队，四人队，这是四人队，炸倒了一个，又打倒一个，炸倒了一个，我那个补掉了，累死。打老子！打老子！哦，我看你拿啥救？真的，我好很好奇，他们拿啥救？哎，我打！救我！快快救我！快！我打狙吧！快！我在隔壁等，快！我可以救！来了！这里！快快快快快！快飞檐走壁，上天我不跟你吹牛逼，小老虎在空中被一颗雷炸到了。你怎么被炸到的？我就一跳下来了。他从他那栋楼往你那栋楼跳，跳在中间的时候，一颗雷把他炸到了。是不是有问题啊？这个雷？哦、我被你这脚下这小米粒给炸死了，他往你那上面扔雷，炸了我了。臭逼！哇！小老虎在天上被炸死了，带翅膀的知道不？那是折翼的天使。哇，这个雷真的把我炸懵了。小老虎，你这波死的秀啊，兄弟啊！我以为我是被那个打我那个米粒炸死的，秀的屁。